好啦，大家好啊，咁我而家就喺油麻地警署啦。咁就最近呢度就变咗应该一啲嘅大陆游客嘅打卡嘅地方啦。嚟睇下，而家都有好多人喺度打卡噶啦。嗱，咁就呢度就有啲修复嘅工程啦。咁啊，而家呢个油麻地嘅警署咧，咁就成为一个二级嘅历史文物啦。咁啊，就搬咗噶啦。咁就而家剩翻个报案中心先。咁我哋行一行，睇一睇先。嗱，咁就之前因为话起个绕道啦，高速嘅公路，咁就话有意将呢度拆咗嘅。咁就其后就有人反对啦，咁样就保留咗一大部分嘅，但系前面嘅有某栋啦嘅建筑物都拆咗噶啦，咁就依啲有啲杂啦。喺呢度都有写啦吓，咁就哦。2023年咁就暂停服务啊！咁啊，依度就办公室啦，唔俾人入啦。咁又前边围咗铁丝网嗰度已经有工程可以见到噶啦，啊，咁就嗰个位置就系、是。拆咗一部分啦，咁啊，我都期望过啊，工程嘅时候会唔会啊喺地下度发掘到一啲有冇啲文物咁样，但系暂时都冇啦，咁又有啲吊线喺度嘅，咁啊从呢个窗口度窥探到啊，咁啊。有好多人就穿着啲华服嚟影相啦，咁啊嚟到依度就可以见到啊而家嘅工程嘅一部分，咁啊其实伸延到依一个警署嘅前边啦，依一边就可以睇到个建筑物啦。我再翻去正面嗰边睇一睇啊！咁啊，其实都围晒依板，但系可能迟啲到一边有依个嘅装修工程啦。咁又睇下会唔会有啊，有一番新嘅景象啦吓，因为都见到啲灰啊，都外墙都有啲剥落噶。咁啊，都有好多嘅人嚟呢度打卡嘅。咁啊，翻查咗資料啦，喺1940年嘅時候，有啊啲印度籍嘅警員試過喺裏面就誤殺咗自己嘅同袍啦，咁就成為一時嘅佳話。咁啊，我谂依啲咁嘅地方去打卡，嗱依啲位置打卡都比较有啲特色。大家可以睇一睇啊，上边其实都开始有啲剥落噶啦。咁啊，其实都系嗱，而家都有好多嘅人嚟依度啊。咁有好多以前嘅電視劇啊喺度取景，所以就變成咗咁多人啊嚟呢度打卡嘅原因啦嚇，好多咁嘅港劇。嗱，下面都做緊啲工程啊。咁啊，大家都排住隊喺度影相啦。
就睇下依度寫佢嘅歷史啦。1873年喺度建成依一個景區啫。咁就1922年啊，依度寫1922年嘅建築城嘅，咁有100年歷史噶啦。咁我過一過對面馬路，仲再影一影翻啊！嗱，依一度就封咗嘅，睇唔到嘅，即系入唔到去啦。第時將來都應該會俾人開放噶啦，依一度。咁就條路啊，連以前嘅停車場咧都拆咗噶啦嚇。咁啊，睇下將來嘅交通會唔會得到有改善啦。嗱，因為依條橋又朝頭早翻嗰段時間就啲車去洪水又塞到翻轉頭啊！咁唔知條新嘅路整好咗會唔會有疏導嘅作用啦？咁其實二級歷史建築物啦，依個咁就。你見到條新路都已經挨近咗嗰個建築物嗰度噶啦，咁就有一部分嘅嘢係拆咗啊！你見到啲鐵欄咧，以前圍住個警局嘅都冇咗噶啦。嗱，咁樣可以呢個位置可以睇到啊，嗰邊又有個露台出咗嚟啊！嗱，咁又有啲鐵枝喺度加固咗，咁就反而呢邊又冇，反而仲有啲瓦頂嘅建築喺度。咁啊，全貌都睇過啦，因為呢邊就工程嘅關係行唔到入去啦。咁又全貌都睇過曬啦，咁就總結嘅就係今時今日呢一度就係成為咗旅客啦，尤其是大陸旅客嘅打卡熱點嚟嘅，咁就因為就港劇嘅取景嘅問題啦，咁就好多時就有警察局嘅出現，就揾依一度做一個場景嘅，咁就所以咧就好多時喺港劇度會見到依棟建築物嘅出現啦，所以就吸引咗好多嘅大陸市民啦啊，走嚟打下卡咁樣噶，咁啊，咁都好嘅，冇拆到咁樣嚇，因為之前話起個公路啦，諗住拆依度，咁都好噶，冇拆到嘅話，咁啊，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先啦，啊，聽得斜睇，好啦，係咁。